现在以一个老爷爷的身份问问你们，我还能过几天？要实话实说，不要给我玩地道战。嗯，我明白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铁二同志，你的病不太好，现在马上需要转院，这是手术，你的家人已经同意了，他们马上就到。明白了。爹现在对我展开了贺伟的攻势，好，我就等着这一天。白刃战士避免不了了，嗯，那就得赖得个刺刀见红。你们去吧，那你好好休息。 接报飞来，花之精，大儿啊，看来你要淡季闯地震了，害怕吗？哇，好，很好，看来我冤枉你了，你不是狗屁，终究不是狗屁。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憋住自己为你吹出风号。你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要是可怕，那就是自己吓唬自己，自己给自己画了个鬼符，背在身上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忧，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？记住。 剩下一声苦，临死打个挺，这才叫爷们儿。大爷儿，大爷儿，我在这儿。铁蛋同志。
喂，我叫程大元，我要举报。在举报之前，我先跟你说件事儿。保险柜里有两样东西是私人物件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与本案无关，请你们替我保密。好，我开始举报。 这个送给你了，哎，好，我消了毒了，好，谢谢金良。那个老金成，哎，这吃的喝的给你了啊，哎，这个小桌给你啊，可好使了。哎，没事听听啊，朱队啊，给你们处了这么长时间，处处感情来了，对，很想你们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啊，好，以后啊，你们想我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啊，好，啊，好，行长。 哎呀，你来了啊！叫我出院，来到这儿啊，来帮我搬着。哎，那个，稍等一下，咱们新上任的赵总啊，他来了，来那个探视室等你呢。怎么个意思？刚一上任就来看我啊？哎呀，我真成名人了。好，行，过去看看。啊，我一会儿回来啊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又来打人了。赵总。哦，赵总，这是程队长。 程大元是吧？您就是新来的赵总，赵文兴。哦，我呀刚到公司上任，头一件事情就是来看你这位反腐败的斗士英雄啊！<笑>哎，坐坐坐。哎，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一个平民百姓，能够和那些腐败分子做不屈不挠的斗争。 特别是在金钱呐、美色面前不为所动，终于把这些什么庞总啊、李总这些腐败分子都送到了该去的地方，这什么精神呢？啊，这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！哎，赵总，那个庞总真下台了吗？下来了，有你这样的反腐斗士，他们能在上面待得住吗？啊！我告诉你啊。 在他们的保险柜里啊，有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美元呐、港币啊，还有什么假账啊、假护照，随时都有携款外逃的可能。多亏你啊！哎呀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有点后怕呀。我已经号召咱们公司全体员工，以你为榜样，向你学习。哎，赵总，别向我学习。 也别以我为榜样，我现在呀就是急着出院，急着工作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出院吧。啊，不急不急，你听我说啊，公司领导是这么想的，给你的工资呢，调高三级，奖金就按照特 A 跟咱们领导班子拿的一样多啊。哎呀，谢谢赵总，实话实说，我现在呀。 就想要点钱儿，理解可以理解。公司领导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我呢给你通报一下。什么决定？决定让你继续住院。什么？继续住院？<笑>对，继续住院。赵总，你搞错了吧？ 我身体好着呢，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！哎呦，不瞒您说呀，我这几个月你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，要命了，要血命了呀！我要再住下去，我跟你说，赵总，我肯定得怪病，得大病。我不瞒您说啊，我这个眼睛现在都不行了，真的，我看东西都是重面，另外一个我眼珠子都转不动了，现在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这些，证明什么呢？那证明说你有病啊，而且病得不轻。 不治疗行不行啊？不是，啊，赵总，你听我说，我，你啊，别激动，千万别激动啊！不是赵总，不是赵总，我不是激动啊！你听我讲啊！哎呀，别激动，你啊，听我说。胡国强，心脏病啊。 那你就住综合男病房5号床吧。您是护士长吧？啊，对，护士长。
你是不是有单间吗？我可以自费。不，单间是有，可是已经住满患者了。你还是跟我过来吧。 你想想啊，公司领导花这么多钱，让你在这医院住着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你是咱们公司的无价之宝啊，这哪是住院呢，是让你来疗养，懂吧？你说你过去就是容易紧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出现了那些症状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啊，放松一下。赵总。 我现在很放松了，真的，我是非常放松，我就好比是那个发酵的面团，我松软的不得了，我真的松软的不得了。女儿，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。中年，尤其是男人，知道吗？最危险，往往是啊，小病变大病，大病变绝症，对不对？你说不让你来检查，你能够知道你那些什么痉挛呢、失忆呀，这不都是检查出来的吗？ 所以公司要决定啊，就是让你再在这里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的、全面的再检查一遍。哎，这可是领导对你的关怀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娃，把东西拿来。你看看啊，哎呀，你来看看，你看看啊，知道你爱钓鱼，特意给你买了新的鱼竿。你看看这些东西。 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这设备怎么用，大元啊，好好锻炼身体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，你说是不是？行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就跟小王联系啊，在你住院期间呢，他呀代替你的工作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还有个会，就先走了啊。那元儿，好好休息啊，休息吧。 大院长，再见啊！孙大院，你愣什么神儿？他们来交支票来了。 好啊，这一句就送了啊！陈大元，这件事啊，不是我强留你住院，你们赵总呢找到我们院长，我们院长又找到我，让你疗养疗。反正这件事呢，你自己把握，住不住由你，啊。我们那个财务室搞政变了。 回去也没位子了。哎，五床在哪儿啊？请问，哎哎，请问五床在？你叫谁矮呀？你自个儿没长眼啊？ 哦，四眼儿，你四只眼是喘气儿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怎么说话？我就这么说话，怎么了？我烦着呢。怎么了？我，哎哎哎，这年头谁不烦躁啊？谁不尿黄尿？怎么个意思啊？尿了黄尿你就撸胳膊挽袖子？我告诉你说啊，我甭用拳头，我就拿手指头就能打你个半身不遂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你信吗？ 我信，到你床上待着去。拿住！哎，大元，你别拿东西撒气儿啊！哎，对了，你赶快去看个人儿。谁啊？崔铁蛋同志回来了，住在单间呢。快快去！继续住院。 住院。嗯，看来这个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了。大元啊，嗯，
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哎呀，我现在是要了命了，要了血命了，我现在是满脑子官司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哼哼，看来你是现在不招人喜欢了，招人烦了。不是，我吧，长得确实不太好看，我真烦人吗？烦人，真烦人。你想想，有几个领导喜欢一个多嘴多舌的？有几个喜欢？啊，又有几个领导喜欢那个随便就举报自己的人在身边啊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定时炸弹。领导宁肯花大价钱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嗯，让他受伤、生锈，到最后失去效力。那这么说，新来的领导还要继续腐败下去？嗯，先别急着下这个结论，这个斗争啊，长期的、复杂的、艰巨的，啊，不是一溜溜冲锋枪，啊，就能把腐败打退了。啊，这个腐败还要疯狂的反扑。啊，他疯狂的反扑啊！所以说我告诉你，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哎，大元，来进屋里坐。哎，哎，听说这医院你还得住下去。哎呀，可不住下去咋办？哎，反正是公费医疗，住就住吧。哎，要我看呐，你住院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这个机会啊。找个媳妇儿，找媳妇儿啊！哎呀，你看我这模样，我这条件，找什么媳妇儿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表妹离过婚，人长得可漂亮了，模特一样，给一家公司的老总啊当秘书。哎呀，这可是个高级鸟啊，没有金丝笼，我可养不住了。哎，人家要求的条件也不高，只要是男人呐。不管闲事就行了，拉倒吧，一般酒更不行了。哎，行了，走了。哎，大元，你喝点茶再走。你大元，喝。大叔叔，那不到吃饭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来了？叔，拿来看看。大元来了。四儿啊，泡壶好茶，我们爷俩聊聊。哎，生意怎么样？啊，不哭。大元，这医院还打算再住下去？老爷子。那你说我得了这么个怪病，不住下去怎么办？我估摸着你这一住啊，可就没日子出院了。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没打算哪行啊？啊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，不能虚度光阴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你说我都现在这个样了啊，我哪来的金钱，哪来的效率？俗话说呀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啊。以我之见呢，你学点医。苏医生医术高明啊，你跟他学学，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得学点东西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啊，这苏医生叫苏一刀，对，我要是学点医的话，我就不叫程大元了，我叫程一浩。号什么？号脉专家。程大元，哎哎，干什么？我查房，你又不在，干嘛去了？不好好住院看病？我透气去了。透什么气啊？这医院的空气不够你透的。这儿的空气太沉闷了，再加上我每天面对的一张严肃的黑板脸，我太压抑了。压抑懂吗？就是压压抑抑。我知道你跟我过不去，跟我较劲是吧？你不是压抑吗？嗯。行，我现在教你一个解除压抑的办法，跟我来。干什么？啊？你跟我来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告诉我才能跟你去啊！你跟我来，我才能告诉你。我凭什么跟你去啊？
上鲜花店。昨天我在鲜花店看见梅姐，她说觉得你人还不错，想给你介绍个对象，是她表妹。啊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她跟我说了。去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感觉还不错，挺合适的。合适啊？合适个屁！他给我介绍那个对象是个野斑鸠。什么是野斑鸠啊？野斑鸠你不知道啊？就是我将来跟他结了婚以后啊，我在家里是红旗不倒，他在外边彩旗飘飘，也就是说我一年四季要戴一绿帽子。不，这就叫野斑鸠、啊。野斑鸠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多怪话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。神疲力乏，肾虚损志。肾虚分为肾阳虚、肾阴虚。我给他扎。肾气虚、肾精虚。小金头，扎针啊。哦，我这扎。扎哪只手啊？随便。随便。那你就把你随便那只手抬起来，我给你扎。在你扎针之前，我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看法？我对你有什么看法？没有。有没有看法不是说出来的，我能感觉出来。肾阳虚者面色苍白，夜尿频多，性欲冷淡，女子还出现经多或崩漏。扎完了，扎完了。行，护士长，以后我不叫你冰棍儿。谢谢。冰棒。这程大员啊，纯属找事儿。这也正常，你想啊。他满心欢喜的想出院，没想到一下得了癫痫，他心情能好吗？想发泄发泄。你就太顺着他了，要我肯定不惯他这毛病。我告诉你啊，小琪，从现在开始一定注意程大元，千万不能让他受刺激，听见了没有？咱们是医护人员，他是患者，不管怎么说都得让着他。刚才那一针啊，还是应该让我扎，我给他扎下去啊，肯定让他嗷嗷直叫。我就怕你这样，所以没敢让你给他扎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也不许啊，得注意。嗯。我的，你醒了？我说胡话了？没有啊。我肯定说了，我有这个毛病，我知道，最近越来越厉害，都引起心脏病了。你吧，刚才说样板戏来着。不可能，我肯定说胡话了啊！你确实说的是样板戏，我还跟你对了一段。我就没提什么人啊，什么处长啊，
一个姓吴的。没有啊，没提啊。真的没提？真没提。没说就好。你睡吧啊。你睡吧。我可不能睡，不能睡，不能睡。是吴川的老婆。哦，哎呦，是是，弄得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哎呀，对不起呀，没法啊，他嘛法也没有。哎，就这样一年多了啊，天么天的这样，别说您了受不了了，我跟孩子呀，我们都受不了啊。到了晚上啊，就胡说八道。要说在兴头上，您能接上一两句，哎，他能跟您有问有答的，跟真事儿似的。可行了呀，他嘛也记不住啊。是是是，我们已经领教过了。这胡话把他闹的，哎，心脏病犯了，哎，我也被闹得神经衰弱了。哎呦，那他怎么得的这病啊？就是一年前。跟他们吴处长去南方出了趟差，这回来就开始胡说八道了。那没治过吗？治啊，那怎么能不治呢？名医那是方便了，好药是吃尽了，不见好啊。他呀也痛苦，自己搬到那小仓库里睡去了，还自己寻偏法，自己配药呢。哎呦，那草药我吃了，那嗨了去了，哗啦哗啦呀，那够喂好几头牛的了，可他就不见好啊！万岁，丽姐，万岁呀！请问这是精神科吧？精神科啊，这是综合病房，不是精神病院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都二胡了。请问胡国强住在哪个病房啊？胡国强，里面综合病房，进去就能看见了。哦，谢谢。小胡，小胡，醒醒，醒醒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没那事儿，没那事儿，没那事儿。没哪事儿啊？少来，少来这一套，少来这一套。少来哪一套啊？我这话说清楚，这话说的。小胡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。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吴处长，您来了，来了。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。您来了有一会儿了。刚到。您来了有好一会儿了吧？啊。我都说什么了，小胡啊，你刚才睡得很香啊，很香甜啊。哦，心脏好些了吧？
不，这心脏病我不怕，我怕我这个病啊，吴处长，您知道我这个人，我从来的我都不多说少道的，我。好了，小胡，不要那么说了啊，你是一个好同志，啊，同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你这人呢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有脏活累活，就会出现你的身影，同志们都会说，你是活着的。别，我越说我这心里越难受，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提了啊，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，好吗？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睡得很死，外边打雷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听得见你骂我呢？不，吴处长，我没骂您。这就对了，你没骂我。什么也没说，我呢？什么也没听见。我骂了我那是做梦骂的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吴处长。是是，我知道。好了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病啊，别的呀，什么都不想。那我就走了啊。吃水果啊，我给你拿来的啊。再见，好好养病啊。哎，不，吴处长，我还有句话我没跟您说清楚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呀，你在干嘛呀？你不怕憋死啊？就算憋死，我也不能再胡说了。得什么病都比得我现在这个病强得远。我太痛苦了，我都快撑不住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。你帮不了我。咱俩出去说。去年差不多就这会儿吧，我跟吴处长我们在广州出差，住酒店，住同一个房间，房间号是1208。原来我不住1208，我住1732。我们单位小猴跟吴处长他们俩住1208。我是死说活说呀，我送给小猴一条烟，他才同意跟我换了一房间。不瞒你说呀，我这个人呢，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光阴，我愿意在领导面前晃悠晃悠，我愿意拍拍他们的小马屁。我一想，哎，这多好一机会啊！我跟吴处长，我们住一个房间啊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们简练点，是我力争简练啊。不过说到这儿呢，我还得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吴处长是何许人也。这位吴处长啊，每年年终总结给他的评语都是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。这位吴处长爱笑，不笑平常他都不说话，所以处里同事们都说吴处长的笑容背后藏着一把小刀子。吴处长啊，官儿大，私心重，去年光出国考察他就考察了有5趟，弄得那卖机票的都说干脆我给您办月票算了。现在单位里住房多紧张啊，你知道他一人占多少套房？跟你这么说吧，他现在把给他孙子结婚的房都预备好了，他孙子才上幼儿园，不光私心重，疑心还大呢。他可以趁着你不在用找文件的名义翻你抽屉，上次我们那小马把一用过的记事本扔纸篓里了，他老人家蹲在纸篓上能看半天。再简练点啊！我这简练简练，就是简练，就是那年广州1208是吧？我们两个喝酒聊天，当然那酒菜什么的我都是精心预备好的，卫生间里的浴缸我给他放上一池子水，温度在40到45度之间。直奔主题，我太
刚一合上眼我就睡着了，然而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什么事儿？我做梦，我梦见我刚回到处里啊，办公室同事哗一下把我给围上，我就问怎么回事儿。小马说：“你还问怎么回事儿？姓吴的处长又把你去法国的名额给挤了。”我得说一声啊，这个吴处长已经挤掉我出国名额两回了，再一再二你不能再三呐。我一听我急了，我指鼻子骂：“我说姓吴的吴胖子，你他妈还要不要个脸呢？啊，你挤了这个挤那个，现在挤到我头上。”骂着骂着，我就醒了。你醒了？那吴处长醒了没有？早醒了。就在我的床头，吊着。问他，吴处长，怎么了？我说我刚才我好像什么？我说我应该是没，你应该睡了。他咬着后槽牙说的。我还睡得着吗？啊，他那种笑，从此就没了。几天几宿啊，我根本我睡不着觉，神经就。哪哪行了，到最后老一毛病，我只要一闭眼就开始说胡话，一闭眼就开始说胡话，别人问我一句我就答一句，再问一句还能答一句，能顺着那这话茬溜出好远。还有一篇文章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作者是王朔。哎，王朔你知道吗？王朔，哎，这名怎么那么熟啊？爱谁谁了啊。我给你念一段。这种人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，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，眼睛的光亮度，脸上肌肉的运动，嘴角的细微抽搐，全向着谄媚的方向去。这种人极为怪诞，也就是说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，不用刻意的教导，不用事先彩排，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搞表演，这是灵魂变成了肉体的牢笼，也就是身体政治学。哎，这段还挺深奥。要我说啊，你就属于这种人。你怎么糟践人呢？我不是啊。你看，急了是不是？你想不想治病？想。哎，想治病咱们就得找出他的痛处，只要感觉有痛了就说明你还有劲儿。不过这王朔这嘴啊真损。哎，还有一个在 P52 页，我觉得这种人呢比刚才那种。喂，谁？他哦，吴处长啊。啊，您好您好啊，您怎么想见我？哎，好好好，别，咱们别办公室了，滚酒店吧！啊，我请您啊！好好，那就这么设定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大元，今儿的课呢就上到这里。吴处长找我有事啊，我赴约去了啊。哎呦，赶紧的，吴处长有约。嘿嘿嘿，你看我穿哪个好啊？是这个加上我这西装啊，还是那个夹克，还是？要我说啊，医院对面有个兽医店，你到那儿挑一下。小琪，来，待会儿帮我把这个抄完。哦哦，注意这个地方。到点了，大家吃饭吧。我还没来呢。别忙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哎呀，我早就饿了。饿了，快点。黄晶，你值班吧，我们吃饭去。好，一会儿给你打过来。行，去吧，赶紧吃饭，快点，走。黄晶，哎，你过来，来了。怎么？你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别啊，你都好几天没去食堂了。走啊。我真的没胃口。那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多吃点哈，拜拜。
爱是谁？爱谁谁？什么事？然后又什么都没有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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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骂谁吧？又，同志们，我们已经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，工农业生产形势一片大好，全国人民已经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，国企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，社会安定团结，展望未来，前途是光明的，这是我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我们一定要坚持邓小平理论，支持改革开放，这是我。